一博，每次的拆迁，你的包里都有什么必备好物和大家分享的？我的物品我是自己用的。如果让你选择想回去的年龄与时机，你会选择哪个？我不会想回去，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。你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你旅行的伙伴呢？其实旅行看自己吧，看是不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觉得，如果一定要选的话，可能会选择兴趣相同的人。微电影故事里，你对哪段印象最深、最有感触？我觉得是应该是新手妈妈那一段吧。觉得妈妈当新手妈妈很辛苦，然后也希望百雀羚真颜霜呢能够帮助妈妈们定真年轻。这次两套造型你最喜欢哪一套？你想尝试的造型是什么？造型都可以，我不喜欢化妆。如果有一种超能力，你希望是什么？隐身。为什么？别人就看不到我了。